好比市场里讲只姜、讲只船王是前往大陆合作回家，并且伫好比市区进行治安了警，因都受到友姜甲信众的参拜，场面是非常的热闹隆重。连续三年透过小三通前往大陆合作的公职工、公职尊王回家伫河北市区治安较紧，因为今年满三年，特别受到慎重重视。今仔是咱河北吼市场内吼啊，即、這个广泽宫吼啊，即、這个去金门吼啊，透过小三通啊，入去业主吼为大陆转来吼啊，即、這个会使讲今年是第三年圆满年哦，所以会使讲咱的信徒大家出钱出力咯啊，即、這个。啊，来好事安尼哦！啊，今仔会使讲啊，顶头非常的多，啊嘛，互咱的河北地区哦，这个街路吼啊，非常非常的这个热闹，啊，互咱的民众体会到咱一款传统习俗的这个啊一款顶头安尼。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公职工、公职尊王是河北市场里上重要信用中心。这个会庭接驾，里长郑财清嘛亲自登台接驾，并且陪同一路由河北街啊等一个庙来，场面是非常的隆重。啊，咱是河北市场里吼，啊，公职工啊，即个去大陆西山红山庙，吼、哦、啊，我做进香了敬，啊，今日要回家，吼、哦、啊，迄落咱就安排一挂阵头吼，啊，今日要来是河北街要来接驾，啊，要行转来，啊，今年都要去大陆三年完科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有要出来是河北街啊，啊，转来去游。好家平安。因只队伍来到真侪友姜的顶头，摆满规个河北街啊，慎重沿街接驾，场面是非常的盛大热闹。新中华新闻张太静河北采访报道。